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21页，321页第一行，课题：文殊智德。分两段，第一段事相无德，这里头分三小段。第一段是，第二段比喻，第三段后啊，请看经文。诸佛刹中，皆能实现。上面这一段经文，继续说明转法轮的第七项。本品名为德尊普贤，正表经中普贤位列上首之一。该本经为原教，从国起因，故先普贤而次文殊。普贤表行，文殊表智，无智则不能起行，故佛当表现文殊。这把排名顺序它有个道理，道理解释清楚了。本经是属于原教，原是圆满啊，没有欠缺，与前面所说的藏教、通教、别教啊，华严是五教，小教、实教、宗教啊，都没有达到究竟圆满。究竟圆满是成佛之道啊，也就是成佛
个法门啊，这一条修行的道路。那么从古起因，阿弥陀佛是已经证果的佛了，用它来做我们因地修行的方法，就是信愿持名啊，这从果起因。故先普贤啊，普贤代表行门。第二呢，排名的是文殊，文殊代表智慧，没有智慧就不能起行，所以普贤之后啊，一定是文殊。如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语，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是彭济清居士的著作啊，彭居士乾隆年间人啊，这也是个再来人，也不是普通人。18岁就考取了功名，家庭环境好，所以没有去做医生，没做官。对于儒释道都有很深厚的根基啊，一生学佛，最后也是念佛往生净土啊，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是他的著作，他著作很多啊，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是康僧开的，翻译的。那么他先把经做了删节，使读的人更方便，然后啊，又把这个本子做了注解，这个注解叫做起心论。这里头有这么一段文，不渡文殊之海，难入普贤心门。一定要开悟啊！文殊之海是代表开悟啊，没有开悟啊，普贤心做不到。为什么？普贤行是化身菩萨修的，也就是华严圆教初住以上41位化身大士，他们修普贤行。啊，这些人个个都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为什么？不见性，没有这么大的心量。啊，普贤行确实是第一个条件，就是心量大，要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
这个时候，一切心都叫做普贤心。啊，普就是普遍的。啊，贤是圣贤的，圣贤人心量是普遍的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为什么不开悟，不能修普贤行？以不能了知自性。了知自性就是明心见性。啊，不能明心见性，不能一念顿圆。啊，一念就是一千年，一千年就是一年。啊，一念顿是顿超啊，没有阶级的，没有分别的，啊，究竟圆满。一法即是一切法，一切法即是一法，平等真心的。经题上所讲的平等觉，那凡身共有，一即无差。这个四句，一念顿圆，平等真心，凡圣共有，一即无差，这是一切众生通通具足的。佛有，文殊普贤有，我们个个人都有。跟佛、跟菩萨没有丝毫差别啊！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凡夫啊？过十六道轮回的生活，我们的平等真心到哪里去了？下面说了，已不了故。所以愿行习不具足，了是明了，我们迷了，不知道有这个事情啊，所以我们发愿修行都不具足。不具足一念顿心，不具足平等真心，不具足一即无差。这是真理，必须要知道。那我们要修行，修行第一个条件要开悟啊，要证得本有的智慧的能，这是头一桩大事。然后所行的自然与普贤行愿完全相应。那如何能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？
这就要修戒定慧了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悟，啊，开悟之后就是普贤行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在凡夫位，迷失自信，发愿修行与性德不相应，啊，何以故？为什么？性外气修，即成有漏。我们修真的就是这样的，用的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真心以外的妄心，用妄心去修，那结果呢？结果是烦恼，漏是烦恼的代名词。所以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全是烦恼啊！染污烦恼，一无边功德，不外自性，随顺真如修一切法，自然能具足无边功德。这些话是《无量寿经起信论》上说的。黄念老把它引用在此地，啊，话不多，说得很清楚。我们要记住，无边功德是性德，自性本具的，啊，自性本具无量智慧、无量功德、无量相好。那世尊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说得好啊，啊，但喜妄想而不能证得。我们首先呢，要能信得过，真正修行要随顺真如修一切法。随顺真如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用真心，大乘教首先教我们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真心啊。菩提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是觉。什么觉呢？就是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觉而不迷，这就是菩提心，就是真心。要用这个心啊，不能用妄心的。啊，妄心是什么？跟这个相反的，清净相反的是染污。啊，什么染污？分别执着，这是染污。放下染污，清净心就恢复了；放下分别，平等心恢复了。
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真心啊，不是圆满的真心。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平等心菩萨证得的，三乘菩萨、全教菩萨，就是没有明心见性。啊，他们的心平等，啊，是菩萨修的禅定，不定什么机缘，让他豁然大悟，啊，就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，在经题上用一个觉字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他就悟了，他随身证悟了。这个人，大臣称他为化身菩萨。啊，经上常说，41位菩萨居抱土，啊，抱土是十宝庄严土，他们在这里休息，啊，十宝土，啊，有人问我，这41个人，41个登记，他们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既然不起心不动念的，还有阶级吗？阶级从何而来？阶级都是起心动念来的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哪来的阶级？那佛又跟我们说，41位：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等觉。佛没妄语，这等觉从哪来的？我想了很久啊，想起前面起心动念的前面，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，无始无明，一念不觉而有的，就是阿赖耶。啊，分别是尘沙烦恼。尘沙是比喻多，一天到晚大妄想，妄想无量无边，一个接一个。啊，真的像尘沙，用尘沙做比喻它。那么最严重的烦恼，执着，执着是见思烦恼。我们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物的看法想法，这是最严重的啊！六道轮回就是他制造的，所以见思烦恼断了，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啊！六道轮回像什么？佛经上把它比喻出梦幻泡影，它是一场梦，梦里
好像是真的有，醒过来了，没有了。梦的痕迹都找不到了。六道确实是一场梦，三善道是好梦，三恶道是恶梦。要知道都是梦，都不是真的。见思烦恼断了，谁能断？阿罗汉能断，辟支佛能断。所以真的阿罗汉果，就超越六道轮回，六道自然不见了。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佛菩萨都有能力，他们不但没有六道，十法界都没有。他们有能力在六道十法界里头实现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地球印度这块土地上实现八相正道，菩萨实现的人更多，阿罗汉来实现的也不少。他们不肯暴露身份，我们凡夫不知道啊。只有少数有特殊的因缘，身份暴露了。我们知道，是什么佛菩萨再来？但是佛门有个惯例，身份铺路一定要走，如果没有不走的话，这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像弥勒菩萨不带和尚，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没人知道。高僧传上有记载，他是临走的时候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，说完了就走了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骗人。所以高僧传上有他的记录，姓名籍贯不详细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年龄、出生年月日都不知道。在哪里出现的？浙江凤凰，宋朝高宗时候，跟岳飞同时代。出现在凤凰这个地区。是个传奇人物，形象让人看起来一团欢喜，所以人家叫他欢喜佛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你见他，他都是笑眯眯的。每一天都拿个布袋在外面化缘，人家供养他的吃的用的统统放在布袋上，布袋里面背着布袋就走了。布袋和尚这么来的，不知道
他的法号啊，就称他布袋和尚。布袋和尚出名了，向他请教佛法啊。什么是佛法？他把布袋放在地下，双手下垂啊，张开，大家知道这放下。放下以后怎么办？他不说话，他把布袋拉起来背在身上走了。啊，这个视线意思很深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看破放下之后还提得起来。啊，提起来怎么样？度众生。看破放下是度自己，自度之后啊，要度众生。啊，不度众生就错了。啊，这菩萨来实现的，啊，外国的弥勒菩萨形象像观世音这样差不多，大势至菩萨这样的像，只有中国的弥勒菩萨，啊，是布袋和尚的形象，啊，这个表法表得好，把它放在寺院的大门口，啊，天王殿正当中放他的，两旁边四天王，四天王护法，弥勒是在拜的当中，意思是表进得佛门来。心量要大啊，能够包容。布袋和尚肚皮很大了，代表他能包容，满面欢喜。海贤老和尚表了这个法，一生没有骂过人，没有批评过人啊，见到什么样的人事物都好，都欢喜啊，这就是布袋和尚啊，就是弥勒菩萨啊，大慈大悲也，普度众生。那么用真心就可以做到，说明海贤和尚的心，我们用个最简单的话来形容他，他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一切人事物他都不放在心上，这就是真心啊。我们这个心不是人心，为什么？里面放的东西太拉杂了，什么都有啊，七情五欲名闻利养妄想分别执着全在里头啊！啊，怎样把它打扫干净？连美国秀兰博士给人治病，
都要把心清除干净。啊，无论是负面的、正面的，这个念头都是妄念。啊，为什么？真心没有念头。没有念头这一句话很难懂。我们如果听错了，真的什么念头放下都没有了，都没有变成什么无想定。将来生到四禅无想天，很糟糕。啊，有想错了，无想也错了。有想无想通通都没有，这才是真心。那所以净宗好，净宗什么都清除掉，里头还留一尊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真心，阿弥陀佛是正念啊，这个好办多了。我们心里没有个东西不踏实啊，做不到啊！啊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肯定就是无想定的。那还是有什么？有个无想，这就错了。有想错了，有无想也错了。啊，我们把无想换成阿弥陀佛，就对了。这是净宗无比殊胜的妙法。啊，随顺真如，修一切法，一切法生活的、工作的、待人接物。一切时一切处统统随身真如，真如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啊，这是什么人？法身菩萨，原教初住以上，别教初地以上，那做出在我们先前这个时代做出最好的榜样就是海心。所以阿弥陀佛嘱咐他继续表法，多住几年，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，给学佛的人看，特别给修净土人看。他一生没有做过净禅法师啊，五堂功课他都不会，这是基本的过程。他的课程就一句佛号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切时一切处没有间断过。住别人的道场他也参加早晚课，别人早晚课诵经念咒他就一句佛号，那这一句佛号就是随顺真如修一切法啊，做一切心里面念阿弥陀佛，
啊，在自己道场。清洁环境是他的事情，破柴、舂米、烧饭也是他的事情，啊，洗碗筷也是他的事情。他喜欢做这些家务事，希望共同跟他在一起修行的人好好念佛。等于是他做内护啊，护法有外护内护，内护就是家务琐碎事情他承包了，啊，甚至于注重，好在注重不多。他们最多的时候只有五个人，有的时候两三个人，啊，衣服都是他洗。虽然欢喜跟他在一起，他非常勤快，不偷懒的，啊，做事做得很认真，干净利落，92年，不是短时间。啊，一直能坚持，坚持到最后圆满表法的任务。阿弥陀佛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那剩下来的事情我们要发心，我们接着干的，接着表法，行功所修所为，我们要认真努力向他学习。啊，修为向他学习的核心，就是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。啊，见到什么人，通通都是阿弥陀佛，欢喜啊！啊，一生口修的好啊，不妄语，不念识，不起语，不恶口，啊，从来没有批评过人，没有诽谤过人，啊，没有怨恨过人，连收电费的打他连耳刮，他也没有怨恨。是心忍辱波罗蜜，啊，什么都要能忍就好啊，叫心安理得了。理是道理，是真理，就是真如啊，真心里面没有染污，没有分别之处，纯净纯善，要用这个心，这个心过日子，日子好过，快乐，
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。那对一切人事物的一团欢喜，这个欢喜真心流露，从自信流露的，跟一般人不一样。啊，因为具足无边功德，他真得了。当然还有具足无边智慧。啊，还有一个他没有限，不能限。啊，是什么呢？无边相好。一个得到了，三个都得到。那所以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就指这个。啊，他往生极乐世界，统统显示出来了，智慧功德，相好神通。啊，是故从诸佛刹众皆能示现。这以下表现文殊智德。啊，诸佛刹众皆能示现的。啊，这个以下是文殊菩萨的智德。这一句话重要，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，他想去都能去得成。那他去干什么？目的要修圆满的福慧。啊，修福最大的福报是供养佛，他能分身，他能化身。他能化无量无边身，同时到诸佛刹中供佛。供佛是修福啊，听佛讲经说法是求慧呀，福慧双修。啊，一天一次就是圆满，一会就是无量会，无量会就是一会。我们没有能力啊，要一家一家去参访，浪费多少时间，得到的果报很有限。他们有能力在极乐世界，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的讲堂听佛讲经说法没动，分身去了，分无量无边身，一切诸佛刹土里统统都有，妙啊，太妙了。阿弥陀佛也分身在讲堂讲经，给大众讲经，分身出去了，也分无量无边，做什么？戒引往生的众生，是阿弥陀佛的分身，一个都不漏啊。
啊，大众分身是到十方世界去拜佛，去听经。到极乐世界就看到了，啊，看到我们自己，当然如法炮制啊，也像他们一样啊。啊，一次就能证得大圆满了，为什么还要常常去？这个地方让我们体会到无时无明的习气太难断了，不像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都好断，无时无明习气难断。啊，那么在极乐世界有这么大的能量，让我们的神通道理达到跟阿弥陀佛相同的程度。啊，当然佛慧双修还有十方刹土里面无量众生，许许多多众生跟自己过去有缘，这个时候都知道了。既然跟自己有缘，这些众生要有苦难，一定去化身为他解决，去帮助他普度众生啊，上求下化啊，这是往生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利益，我们要争取。那下面列入举例说明文殊菩萨智慧，譬如善幻思，现中异相，于彼相中舍无可得。啊，那我们要问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无量无边身，借引十方世界幸运持名求生极乐世界这些众生，那佛借引众生现的相不一样，为什么佛没有相？没有一定的相，现象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，众生想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，因此我们供佛要寻一尊佛像，你喜欢的，一生不要改变，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的像就是这尊佛像，还有天天看他，还有果然现前了，你会非常欢喜啊！这个好，一切都要专一，不要太多啊，太多就杂了乱了啊！到时候佛像现前，你还看这是不是真的阿弥陀佛，你动这个念头佛就走了，你的机缘就错过了啊！那还要搞几六道轮回啊，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做啊！现在好，
照相技术非常高明，我们供养的佛像把它照相制成就照片，无论到什么地方出外旅行通通带着啊，住旅馆把这佛像供在面前啊，时时刻刻在身边啊，本尊呢在家里佛堂供的没动啊。那么菩萨度化众生也是随心印量，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印，他想佛像就可以现佛像，像菩萨就现菩萨，想什么像就现什么像。自己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佛自然有应。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阿惟越智就是法身菩萨，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。我们明心见性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加持的，啊，加持真管用，跟自己真得的没有两样。啊，所以它起作用，到设防去供佛闻法，广度众生，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。我们希望帮助家亲眷属，没有能力，靠自己修，要修无量劫。啊，遇到净宗法门，这个法门保证我们一生成就，决定不能放弃。啊，善幻思举的比喻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魔术师变魔术的。啊，他变的这些把戏都不是真的，但是让人看到非常逼真，啊，你看不出他的破绽。啊，他变现给大家看。啊，那么这些菩萨们于彼相中手无可得。啊，没有一尊菩萨不知道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为什么变出这些相都是幻想，没有一个是真实的，幻象管用。那为什么变法界虚空界的现象都是幻象，阿赖耶变现的？那阿赖耶是生灭法，那现在我们知道这种生灭的频率，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，所以它就在我们面前，我们没办法觉察到。那不但我们不能觉察，声闻缘觉也觉察不到。大经上常讲，真正觉察到八地以上，那八地以上五个位置，
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妙觉，这五个位次的佛菩萨对于这种高频率看得清清楚楚。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定功之神，已经与自性本定相应啊。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讲的自性本定，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。这自性本定啊，所以他能够见到这么高频率的波动现象。那十无可得，十无可得就是完全放下功夫文法度化众生，事要做，不但做完之后没放在心上，正在做的时候也没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清清楚楚看到实无可得，这是文殊妙智啊，非有非无啊。啊，表从文殊妙智圆满普贤圣贤啊，普贤的贤门无比的殊胜，菩萨当中第一了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，诸佛刹众以下有八句，显慧中菩萨的智德，就是文殊智德，文中诸佛刹众皆能实现，见唐矣。表诸大士普门实现之德了，不但于此国土实现八相成道，业于十方世界普现八相。啊，诸大士是指四十一位法身菩萨，都有这个能力。啊，初证得的是初住菩萨，随着无明习气逐渐逐渐淡薄，他们地位向上提升，到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他就离开十八土，回归常寂光，察
常寂光是化身如来。啊，十报图里面是报身如来，报身赢了，法身现前，法身没有形象，法身在净土中成为常寂光。不生不灭，没有变化，啊，恒常不动啊，能大师里头两句常的意思，不生不灭跟本无动摇，这常的意思啊，即清净的意思。啊，也有隐的意思，隐现，隐的意思，就是没有现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。也没有自然现象啊，本自具足啊，后面是起作用，就是因众生有感，佛有因，因呢能生万法啊，完全是缘，因的缘没有了就不应，就消失了。那有这个缘，它就应，所以有感就有应。啊，感没有了，应也不现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能看到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五句话，能对得上。那么这些菩萨无量无边的啊，他们个个都能够做到普门实现，这是信的啊。不但于此个实现八相，像释迦牟尼佛在地球上实现八相正道，同时他也有能力与十方世界普现八相。哪个地方缘成熟了，那就是感，菩萨就有缘了啊，只要菩萨与他有缘，所以菩萨要广结法缘啊，我们跟众生有没有结法缘？有，在菩萨称为法缘，我们称为善缘恶缘。到我们成佛了，善缘恶缘都变成法缘，好啊，都转变了。啊，下面。举的比喻啊，譬如善坏事，现中异象，于彼相中是无可得啊。这是经文前面这一段里头念老引用做注解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它也有一个解释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幻思比喻也，制度论语
西方有幻术人，一切皆能化现，宫殿、城郭、廊宇，借金为兔，树带为蛇，种种变现的。啊，故金界术者之幻化，一遇大师之普门实现。西方在过去，我们中国人，特别是佛教里的，称西方，都称西域。啊，西域的南面是印度，啊，西域是现在的新疆、西藏，啊，南面是印度。啊，这个里头有不少有幻术人，这个幻术不是普通的幻术，我们佛门讲有神通啊，有一类的人相信神通，你给他讲理他听不懂，啊，中国人的根性在全世界跟其他国族不一样。啊，怎么不一样呢？从小就接受教育。你看中国人讲胎教，扎根教育是出生的一千天。受过这些教育的人，你变这些把戏，他不相信，他不能接受。啊，乃像佛的经典，啊，我们会接受，欢喜接受。啊，那么这个世间，我们确实相信，有一类的人听不懂道理，你搞这些魔术变现给他看，哎，他相信，他能接受。连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讲经教学也要实现的。韦提希夫人遭到难了，啊，儿子叛逆夺取父亲的王位，他等不及了，他是太子啊，急着要当国王，要把父亲害死。啊，母亲囚禁起来，啊，失去自由了。他的父母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皈依弟子，遇到难的时候求佛。啊，佛带着舍利弗、目犍连啊，到皇宫里面去看韦提希夫人。那佛当然了解这个事情，韦提希夫人向佛请教有没有。这个世界太可恶了，有没有好的事情啊，见不到这些灾难灾变的，他想求往生啊，佛把一切诸佛刹土展现给他看，这就像变魔术啊，啊，让他看到诸佛刹土，
让他自己选择，他选择极乐世界，他这个世界好啊，他能不能去往生？师尊就教给他念佛方法，一共讲了16种，就是16关键。这16种方法里面任何一种修成功的，都能往生到极乐世界。信愿持名是第16种最后的一种方法，最后的是最殊胜的。古印度人跟中国人有这个相似的想法，最好的摆在后面，排列的顺序，艺术表演最后的一出是最好的为什么？他要让观众不会中途退出，为什么？最好的在后面，你没看到。那么第16关是最精彩的，你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，临命终时遇到这个法门，能信、能愿、能念阿弥陀佛，念一生十生都能往生。这往真的地狱了，到哪里去找？有没有这种人往生的？有，世世代代都有，现在还有，证明这个不是假的。那我在早年住在美国的时候，马里兰州距离华府不算远，有位周广大先生，全家人没有宗教信仰，他得了重病，癌症，医院宣布无法治疗了，让他家人带他回家去，告诉他家人他的寿命只有一两个月。家人这个时候在着急，不信宗教嘛，这是找些字找到我们，希望能有奇迹出现。真的找到我们了，带来奇迹。这个奇迹不是他的病好了，而是念佛往生了。这个人是好人，好人有福报啊。我们派了四个同学去看他，打电话告诉我，确实无法治了。那么劝他念佛，劝他，他就接受，他就相信。就跟着我们一起念阿弥陀佛，告诉他的家人，我念佛的时候没有痛苦，那个癌症很痛苦，需要用止痛药，这一接受念佛了，止痛药就不需要了。告诉他家人，他愿意求生极乐世界，不要再去找这些医药，通通帮助他作念。
啊，让他能够往生净土，念了三天三夜，他走了，瑞香西游，啊，火化的时候还烧出舍利。往生前三天才听到佛法，难得的时候，我们相信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，他立刻能接受，啊，欢欢喜喜的真正发愿求生，他就成功。那这是我们在外国看到这个例子啊，我们相信念佛往生的人例子太多太多了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没有人传递信息，这个注解我们念一遍。故曰：披善欢喜，现中异相。下面说：于彼相中，实无可得。啊，这些经文都是唐译的《宝积经》里面《无量寿会》因。实知实幻，故于幻不迷。这两句话很重要，实实在在知道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，所以这个幻象它不会，你不会迷。诸佛菩萨，包括阿罗汉，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度有缘人，他对我们这个世界五欲六尘财色名食，他们不明，那确确实实他的态度就像弥勒菩萨那样啊，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，无量的喜悦，没有一样放在心上啊。他的喜悦是真喜悦，为什么？他从真心里头流露出来，他不是妄心，所以他能感动人。那跟一般人装出来的不一样。那不能感动人，那感动人，他又不着相，啊，他不迷啊。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习，啊，我们现在有科学家帮助我们，那就是常常记住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。2100兆分之1秒波动现象所产生的，一秒钟这个现象生灭2100兆次，没有一个是真的啊，是一种相似相续相，每一个念头就也就是说2100兆分之1秒里面的波动不一样，每一个波动现象都不一样，我们是因为看的范围太小了，好像是一样的啊，昨天跟今天差不多，其实变化很大，如果我们看整个地球，哦，就晓得每一秒钟不一样
啊，如果再看整个宇宙，啊，太阳系、银河系，啊，无量无边的世界，那差别太大太大了。啊，我这个单位是兆，一秒钟，2100兆。通通在我们面前，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就不迷了。化身菩萨都知道啊，啊，八地以上啊，每一个相、生灭，他都看得很清楚。啊，所以有这个定功，从定生出的智慧，智慧看得清楚，永远不再迷了。如宝积经中，学幻天子设计赞福，啊，这是引用大宝积经里头。啊，学幻天子，如幻思作幻，自与幻不迷。啊，这些魔术师，他变的这些幻象，他清楚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他不迷，以知幻虚故啊。佛观世也然，佛看六道轮回，佛看十法界，就像幻思看他变的这些幻书一样。啊，也正如《圆觉经》上这两句话说得好，《圆觉经》云：“智幻即理，理幻即觉。”啊，智幻就立相。这个理是不把它放在心上，事上有，心上没有。理幻就是觉，自性觉，啊，故于幻想，无著无得。没有得失的念头，决定没有执着。文中圣赞大师全时而得，见能是现，是全舍无可得了，是实真实的。那下面两句经文是后此诸菩萨亦复如是。啊，此是指现前这一会，啊，无量寿会这些菩萨们，他们跟《圆觉经》上讲的一样啊。会中诸大士皆圆具此全时而得，啊，圆满具足。我们再看这个第二段，
前面事相无得，这个地方说的更深一层，超前历尽。这段经长文长啊，下面分为七段。第一段通达性相啊，经文只有两句，通诸法性，达众生相。通没有障碍，那达是明了，通达可以合起来讲，通达诸法性，通达众生相。诸法性是真的，众生相是假的。那这个才能超前历尽。啊，勤是妄想之主，见是把假的当真的，看错了。啊，如何能超越虚幻的情节？那么第一个要通达现象。经文通诸法性，达众生相。啊，法性在哲学里面讲叫本体，事出世间一切法从他而生，他是能生能现。大乘教里头真的做法性，佛设这个法性的名词很多，又名实相。实相是真相，永恒不变的相啊，那就是无相。又称为真如，又称为法界，又称为涅槃实际。下面个等，大乘教里这一桩事情，佛说的名词说了几十个。为什么一桩事情说这么多名词？这里都有很深的意思，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。名字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无论说什么，只要说这桩事情就行了，都对了。啊，不要执着名字相。老子所说的“名可名，非常名”，他本来没有名字，为了说话方便起见，给他假设一个名字，说名是假名，不是真的。那么我们就晓得，懂得这个意思，名字相要舍掉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，这是一个念头，是染污的，那是分别，是染污，障碍我们见性。啊，真正见性的这个东西要放下。这
始，信者体也，一切法的自体名为法性，法就是一切法，体是自体，一切法的自体叫法性，如起心论亦记曰，法性者名词真体，普遍矣，通于一切法为性。法无量无边的，性呢只有一个，都是这个性变现出来的，所以这个性也叫自性。慧能大师叫自性，自性跟法性是一个性，法性是万法之性。你看能大师说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万法之性就是自性，是一不是二。这个桩事情真的认识清楚了，真搞明白了，那就叫真的，就是此地通达了，这就见性了。自体是什么样子呢？什么样子都没有。净土宗称它叫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法性，法性就是常寂光。常不生不灭，不但不生灭，永远没有改变。就是自性本定，本无动摇，他从来没动过。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连时间空间都是他变现的。他是本体，我们在学习经教，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，常寂光就是屏幕，屏幕打开了，一片光明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这叫本体。众生有感，常寂光是法身佛，没有现象，他能现一切相。怎么能现象？我们按频道就是感，频道按下去，音像马上就现出来了。我把频道关起来的时候，它马上就没有了。频道的光，常寂光，电视是打开的，但是没有按频道。电视打开的，一片光明，这是不生不灭，本无动摇。但是按到频道，色相出来了，这个色相
它的频率是百分之一秒，就是一秒钟它的生灭了一百次。现在的电视啊，比以前早年我们看的电影啊，这个电影呢是用幻灯片动画成就的啊，这种电影，这个在荧幕上展现的是24分这一秒，也就是一秒钟底片换了24张啊，这个画面，放映机的镜头打开，一个画面照在荧幕上，马上关起来，再打开第二个照，第二张影片，啊，一秒钟24次，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，啊，这动画了，一秒钟24张。看到好像是真的啊，电视的频率呢是过去普通的电视是50张，现在数码这个电视是100张，就是一秒钟生灭100次，频率是100次，我们看得很逼真啊，一点都看不出来它是假的。那么我们今天现实的环境，眼见耳闻啊，鼻嗅口尝六根所接触到的现象，这个频率多高？一秒钟2100兆。我们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啊？那就晓得诸佛菩萨在甚深禅定当中，他那个心才能观察到极其微细的波动，他能看到啊，八地以上能看到一念不绝。那一念不绝呢，就是像我们电视的频道一样，对，一念不绝，画面马上出来，没有先后，一时顿现啊，就是在2100兆分之1秒这样高频率之下，一念整个宇宙现前，没有先后。为什么能现？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如果本来没有就现不出来啊。所以能大师第三句上说得好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具足宇宙一切法啊，他要跟第五句对应。第五句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要跟这个对应啊。什么原因能生啊？这就是缘，我们讲感应啊，众生有感，常寂光就是法身，常寂光就有因，所以常寂光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非常灵敏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能生万法，这是事实真相。
这是宇宙奥秘。佛在大乘经上给他揭穿了，科学家还没证得。那科学家有这个命题在研究啊，现在还不得其门而入。佛怎么知道的？佛从禅定当中知道的。啊，科学家用仪器，用数学，高深的数学，在这个里头知道有这些现象，有这种可能，然后再用精密的仪器去证明。啊，前几天有同学给我一份资料，日本现在这个相机的快门已经可以达到1/1秒这样快的速度啊！但是我们佛经上说的这个单位是兆，不是一。啊，这么快的波动是非常难得的。啊，1秒当中啊，一亿次。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用的照相机，用这个焦距。啊，快门，1/1秒。1/1秒，照现在的喷射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，照下来清清楚楚，好像它没动。现在能够达到1/1秒，啊，跟佛讲的这个还有一段差距。啊，如果也有这个照相机能够真正达到啊2100兆分之1秒，那就可以照到真相了，就能见到了。啊，那么佛法里头完全不用仪器啊，完全靠定功。定功是本能。的真实受用，科学家证实了得不到受用。这个差别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真实受用是智慧、神通、道理统统显现。啊，科学没办法。啊，科学完全靠机器。人有能力造这个机器，能发现不是清真，一定要用清真啊！这是佛门非常重视的。佛教这个教学的理念跟方法传到中国之后，中国儒家接受，道家也接受了。啊，虽在中国最近的2000年当中，啊，就是佛教传到中国，公元67年，正式传到中国，是中国帝王派特使到西域去厘清啊，摩
腾诸法兰两位大师带着佛像带着经书到中国来啊，那么中国帝王见白马寺接待他啊，寺是当时政府办公的机构啊，直接属于皇上管的称寺啊，给宰相管的称部啊，所以把佛法跟皇家办事机构一级单位的标准相完全相同，这是礼遇。啊，那么以后佛家的道场都成寺啊，寺跟庙完全不一样啊，它是教学机构，等于中国有两个教育部啊，首相管的礼部是教育部，管一般教育，这国家教育。白马寺是佛陀教育，皇上管啊，那用现在说的宗教教育啊，宗教这两个字用中国词，那佛教真的是宗教啊。中国宗的意思有三个主要的、重要的、尊崇的，有这三个意思。教也有三个意思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，宗教合起来，我们上面加个人类，宗教是人类，重要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，佛教完全相应啊，他们有迷信啊，佛教承认有天神有鬼神，天神鬼神也是六道众生啊，那么佛教教育教的是什么？我们学了这么多年，六十多年了啊，真正知道佛教教学五样东西：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这是佛教的世间教育、普世教育。向上，禅宗是向上一转，是高等科学、高等哲学，这把佛教全包了啊！哲学、科学的最高峰大乘佛法了，我们都要认识最高的智慧啊，最高的科学啊，认识它，了解它，我们才真正的欢喜它啊，认真的来学习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